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Catherine。那我们今天来继续玩我们的《乡间生活》新系列。那谢谢 EA 让我可以提早玩到这次的照片。那因为玩的是开发中的版本，所以说有些内容可能跟最终版会不太一样哦。然后再来，画面上会有我的夫君的 ID 跳来跳去，请大家多多见谅喽。那我觉得这次的照片玩到目前真是蛮好玩的。我很喜欢这种悠闲的田园生活，可以看这些可爱的小动物啊，然后自己种田钓鱼啊，感觉超棒的。好，那希望大家喜欢今天的影片，如果喜欢的话可以帮我按个赞哦，会给我很大的鼓励，非常的非常的感谢你的支持。哇，我们的可爱上次终于赚到钱买了个床铺，超级棒的，还有地精陪我们睡觉。然后再来这个母鸡，我可以看到它耶，太好笑了吧，可以从这个地方看到它，我还可以点击它耶，鼓励它持有蛋股，什么东西？持有蛋股，他们还可以买股票。好，我们先睡一下好了，生平第一次有床。等一下，刚刚鸡要跑到我旁边，大家有看到吗？也太可爱了吧！他想说，这个东西可以吃吗？还是他在跟邪恶丁丁讲话？哦，有狐狸过来了，哎，要干嘛？要干嘛？他不是要攻击我们的鸡吧？他跑好快哦。我点不到他，调皮的恐吓艾欧恩，哈，吓到你了吧？怎么样，不敢偷我们的蛋了吧？他想说，这个人到底在干嘛？我们被一只狐狸鄙视了。哇，我们人物唱歌的时候，周围还会有那个魔法特效，怎么有点可爱？真的很童话感，可是看起来不太喜欢我们唱的歌啊。他就想说，这个自以为是人类在干嘛？哦，对耶，哎，他想偷我们的蛋呢，哎，不要啊，不要偷啊，我们可以收起了吗？可以，赶快，赶快，比狐狸早一步收集蛋。我们再抱抱我们的骆马，然后跟他聊天，再看能不能剃他的毛，乖乖抱抱。哎，他好像愿意耶，哎，怎么人这么好，超乖的。好，来，我帮你洗澡。我以为他会咬我们呢，哇，他在笑吗？这个才笑的表情吧。该说乖乖，你这人超棒的。对啊，他今天竟然愿意让我们剃毛，吓死我了。他也开心哎，怎么这么可爱？好，来，我们来整理我们的花园，鼓励农作物生长，然后再来除草，这边把它种一种。上次我们发现到香菇，其实有一些还蛮值钱的。哇，这个狐狸这个动作，他想干嘛？他在吓唬谁？怎么有点好笑啊？这表情真的超好笑的，而且他跟骆马的体型大小也差太多了吧？怎么有种反差萌的感觉？我感觉啊，这个狐狸在觊觎我们的鸡耶。可是这只鸡完全不理它，还有屁股背对它。好，那我们的暴富还为农作物施肥，所以我们来稍微施个肥好了。要对什么施肥？对香菇吗？我们用这个莓果来施肥，巧克力莓果，我们有超多个。然后我们来继续收集辛辣蘑菇，因为我想完成这个蘑菇狂热任务啊。宝宝，看这坨泥土里面有什么东西？有升级零件。然后这边这两颗，我记得它是辛辣蘑菇，对吧？对，可惜就一个啊，我们需要收集六个，目前只有两个，天啊！所以感觉我们需要六个，真是要收集蛮久的，这任务真是不好解。好，我们顺便把附近的莓果类都收集一下，虽然说莓果不是很值钱，可是积少成多。我们刚拿到这个时空胶囊，我们打开看看，里面什么东西？哦哟，这是公仔耶！这公仔感觉我们可以拿去摆摊贩，对吧？搞不好可以卖一些钱。好，我们先去市中心卖点东西，赚点钱。我们这点像农夫耶，就是采收完农作物之后，然后到市集卖东西。那我们一样先到酒吧借用个厕所。我突然感觉这个酒吧老板娘可能认识我们了，她可能想说啊，这个人又来了，每天都过来这里借厕所，有没有？她可能这样想的，可是她可能不好意思说出来啊。然后我们再来洗脸、刷牙、喝水、洗手。哇，好好的刷个牙，清爽。那我们现在姐姐看这个获得八卦任务好了，看你们偷听到一些八卦，看一下酒保这里有没有什么八卦呢？他叫什么名字？他叫莎拉。Hey Sarah， 那个，你有听说最近镇上有什么劲爆消息吗？有没有？不过好像没有看到可以询问八卦选项了。他这任务说我们要在白天的时候询问，该不会这人要白天才能问吧？晚上不能问是这样吗？有可能是啊，我突然觉得，要发现我们的凯默默的吃了一份洋芋片，应该不用钱吧？我看到拉虎了，来问他一下，问他说过得如何。突然想到我们还要准备他牛奶，
其实我觉得也许啊，因为他那个牛奶任务是提供90块报酬，所以也许我们可以直接购买牛奶啊，搞不好还赚钱，是不是？有可能。我们就看一下直接买牛奶多少好了。哦，等一下啊，刚拉虎给我们个礼物哎，什么礼物？看一下啊，看是拉虎今天的讯息好朋友，他很乐意提供我们一份赠礼啊，给我们什么东西？他还给我们南瓜派耶，太棒了吧！如果我们想要把这个传统延续下去的话，我们就应该找个当地人，然后送他一个他会喜欢的礼物。我还蛮想回送拉虎的礼物耶，因为他妈妈还有他都给我们礼物了，我突然觉得我们应该回送啊。可是其实他会想要什么东西？因为我们真的是没有什么东西可以送啊。他是青少年对吧？也许他会喜欢公仔吗？会吗？欧加比喜欢吗？我们送他看看。我们来延续这个传统。嘿，拉虎，这个东西我费尽千辛万苦找到的公仔，可爱吧？我想你可能会喜欢的、啊。怎么样，他喜欢吗？哎，还有佳佳耶，应该是喜欢的意思吧？好，太好了。我在想啊，也许拉虎妈妈也就是市长最近跟他说，儿子，听说你不喜欢待在这个小村庄，听说你想要去大城镇是吗？所以他可能有发现到说，原来上次我们开在问他关于他梦想事情是代替他妈妈询问的，我觉得他可能知道了，所以才送个礼物感谢我们之类的，感谢我们帮他化解他跟妈妈之间的尴尬。因为我想如果没有问的话，他妈妈应该都不知道他有这些想法嘛，对吧？哦，我们昏倒了，历代主角必备技能啊，随时随地睡觉。好，走吧，我们回家。我们今天早点睡觉，明天早点起来，然后去城镇卖东西。哦，就想杂草了，又要除草。我觉得他透过这个任务系统让我们认识这个城镇上的人物，真的感觉蛮好玩的，会有种好像我们真的融入这个村庄的感觉啊、哦！哇，到白天然后这个小鸡又跑出来，真的很可爱耶，很喜欢看他们走路的样子。啊，快，我们叫他们起床耶。哎，还爱心耶，他的爱心是对我们还是对这只邪恶公鸡？不是公鸡，邪恶地精。好，我们起床咯，来为我们的落马补充饲料。天啊，我们就24块毕生财产，50%财产的帮他们补充饲料，然后给我们的鸡撒饲料。要帮他们打扫吗？需要吗？打扫一下，然后再来收集蛋。我们可以问这只鸡今天过得如何，然后再来抱抱它吗？它给我们抱吗？它不是不太喜欢我们吗？嘿，鸡，你今天过得怎么样？还喜欢你的新房子吧？看吧，我也不用羡慕你了，我现在有自己的床了。哦，还不给我们抱哎、欸！哦，这鸡蛮傲娇的，天哪！不给我们抱哎、欸，太可恶了吧！小心我把你卖掉。哦，可是他给我摸摸，不愿意抱抱。好吧，可能怕神。我们的吃南瓜派这个坏掉了，昨天拉虎给我们的。好，没关系，肚子饿的时候什么东西都好吃啊。好，我们来浇水，然后防虫喷雾、除草，整理我们的花园。我们刚解锁了户外爱好者的生活方式，从事户外活动是有各种好处，然后偏好待在户外。也是啦，我们家根本就是户外露天的，是不是？当你待在室内时间比室外长太多时，我们也是民兵会变得紧张。不用担心，我们根本没有所谓的室内啊。哎，等一下，这个食物怎么只剩两颗？怎么回事？发生什么事情了？然后我们说上厕所了，快尿出来！糟糕，我们够钱买个马桶吗？我看一下马桶最便宜的多少？最便宜的250，怎么这么贵？我们能凑出250吗？我们有一些鱼类的，我看一下哦。我们升级零件先卖掉吗？这个90，然后这个鱼先卖掉好了。虽然说鱼根本没有多少钱，好，我们刚刚好凑到250，我还卖掉些莓果，太好了，马上买个马桶，就地解决。然后刚好这个也是不需要接电的时候可以使用的，我们买一个绿色吗？感觉有点恶心，还是白色的好了，放在我们的邪恶公鸡的旁边，不是公鸡，邪恶母鸡的旁边，放在这里。好，来，来这边上个厕所。哇，我们在自己的家里上厕所，感觉好棒啊，终于有家的感觉了，你说是不是？他在干嘛？他在理他的毛吗？哎，他在睡觉啊。所以鸡睡觉的时候会这个样子哦，会把头放在自己背上这样吗？这样他脖子不会很酸吗？虽然说是蛮可爱的。他在睡觉哎，好好笑哦。分级喂科市集开始了，这么快？可是我们还没有准备好我们的农作物哎。好吧，我们赶快把这些东西整理一下就过去哦。谁啊？怎么有人在我们家啊？你不知道这个山头我们包了吗？这不是你给随便进来的，走开。对啊，这是我们家耶，虽然说很露天，可是还是我们的家。好，我们走。可惜不能带落马或者鸡出门，如果可以带他们出门就好了。好可惜我们不能参加哦，没有任何巨型农作物，还没有长好。
这农作物其实长的时间还需要蛮久的。这边可以提交什么参赛物品？看一下哦，南瓜派，好，我们来提交好了。这个是坏掉的南瓜派，拉胡送给我们的，品质普通，太好笑了，还冒出特殊的绿色烟雾，这可能加了什么抹茶口味啊？对，抹茶口味。有人来欣赏的派了吗？我隔壁这个帅哥，他烤的派看起来好好吃，我的马上被比下去了。哦，市长也过来了。我们看跟他说，嘿，市长，那个说好的，我帮你做这么多任务，给我们优待一下吧。我是那个抹茶口味的南瓜派，如何？怎么样？有人打电话给我们？你想跟我一样看起来如此开心吗？只要给我一块钱就好了。诈骗集团啊，我们零块钱啊，我连给一块钱的权利都没有。我们现在真的只有零块钱，真的太好笑了。可是我们试一下好了，如果没有钱状态下给一块钱，会发生什么事情？我还开心啊，你今天有收到钱吗？哦，原来是要在市集的这一天卖东西才有获利啊，原来如此，这之前是没有获利的。好，来，赶快今天来卖一下。夜间蘑菇卖个两颗，巧克力莓果多卖几个。可惜他不能直接输入数字，然后鹿马毛也是卖一些，我们留个两个，也许可以拿来做十字绣。哇，我们总共利润有620耶，太棒了吧。然后我们竟然可以购买神秘箱，太酷了吧。我们现在议价要买一盒惊喜箱。嘿，阿妈，说好的我们不是同一条船上的人吗？给我打个折扣吧。他说你很会议价，这样子吧，全部东西给你75折，太好了。哦，等一下，我们可以议完价之后再出售物品的，可以获得加25%的获利啊。原来如此，可惜了，原本只有10%，如果议完价再卖的话会有25%，太可惜了，买太早了，好，算了。可惜惊喜箱没有打折。嘿，阿嬷，听说你有卖惊喜包是吗？里面有什么东西？在这里，我们打开看看，里面有两朵郁金香，还有落马毛。我有一种被骗的感觉。然后卖十字绣的绣框，这个买一个，我们可以做十字绣。还有什么大型的十字绣框也买一个，小型的全部买一个。哎呦，彩虹点心哎，这个一定要买一下的啊！这个点心是特别点心，如果是我们让动物吃了之后就变成彩色的，是不是超酷的？可惜一次只能买一个。有人卖牛奶啊？因为那个市长的儿子要牛奶嘛，拉虎，还是牛奶是对面卖的？有可能。我们先来议价，刚刚真是亏大了。哦，他有打折耶，怎么每个人都那么好？有卖植物牛奶，这个算吗？我不知道这个算不算呢。我们先来买两个试一下。嘿，拉虎，那个说好牛奶我帮你准备好了，过来吧。哦，刚刚那个植物牛奶竟然不算呢，好可惜哦。我们要花钱买，算了。帅哥，你要干嘛？我们开在洗脸刷牙，突然冲进来，吓死人了。为什么每个人都要进来我们这间厕所？他们可能说，你到底在干嘛？厕所用很久。不好意思，我们在洗澡啊。你们都不知道用公厕洗澡是对我们的高难度的事情。我比赛结束了，所以我们有得奖吗？诶，我们有参加奖的面粉，还有参加奖的缎带。你带来参赛的派饼，这次没能拔的头球。好了，我可以理解，感谢你的努力，紧接着就是个参加奖吧。我们其实还蛮有精神，过来这里钓鱼虾好了，钓点鱼赚点钱。哦，我们钓到了鲑鱼，你们喜欢吃鲑鱼吗？我觉得鲑鱼是蛮好吃的，可是整体来说我并不是很喜欢吃鱼类。好，我们回到家，为什么有奇怪的人在我们家里？我只有有钱的话想要把我们家用围栏围起来啊。走开啊，我们要上厕所。不要偷看，走开。好，我们上个厕所，然后整理家。我们先来，可以跟植物吐露苦水，呼吁保持冷静。这个文字描述真的是太可爱了。然后给予鼓励，鼓励我们巨型农作物赶快长大。我们拿到的派饼竞赛参加奖缎带，我们挂在我们的落马的门口好了，放这里。我觉得参加奖也不错耶，是吧？不一定要得名。好，买小睡一下好了，我们得开，有点疲惫。然后我发现我们有400块了，我们要再买点东西吗？要不要买一个炉子吗？我们就可以来试试看做果酱。可是没有冰箱，不知道可不可以做了，那可能还需要冰箱。所以如果我们要买冰箱跟炉子的话，需要多少？冰箱500块。我们刚刚买这个的，看起来超级古老的。然后炉台最便宜的400，所以我们至少需要900块。啊，感觉还有一段蛮长的路啊。我拉虎就想过来聚一聚哎，可以啊，好啊。所以我们跟拉虎这边好朋友嘞。哇，等一下，我突然想到。拉虎看到我们家会吓一跳啊，想说哦，原来你住在这个山顶啊，哦，风景看起来不错啊，他应该吓一跳吧？这什么家啊？啊，我知道了，我们刚买了野餐篮，然后跟拉虎去野餐，感觉应该超可爱的。
还没有试过那个功能。野餐啦，应该不贵吧？最便宜的80块，好，就这个。可是我们有食物可以带吗？可以打包这个坏掉的南瓜派吗？欸，可以耶。然后当我放食物进去之后，它就会盖起来了，太可爱了吧。哇，拉胡这么快就走了，他被我们家吓跑了吗？我们都还来不及请他吃野餐呢。好，没关系，要不然我们自己去野餐好了。来，我们带着你野餐篮，我们家的下面好像就有可以吃东西的地方吧，在这里对吧？对，超棒的。好，我们快去坐着。好想带我们鸡出门哦，要不然我们可以走到楼下再试图呼唤他过来，看愿不愿意过来。不知道鸡跟这些动物可以走多远呢？那他们是就是可以自由移动的吗？可是他们有个最大的移动范围距离，所以我想也许他们其实不一定能够移动那么远。哦，果然不行啊，如果说我们要呼唤母鸡还要跑回家，好，算了，我们过来这里吃野餐，风景优美，气氛佳。奇怪，我就要放置野餐篮，为什么没有反应？哎，野餐篮不出现啊，还是这个桌子有问题，我们换一个桌子。嘿，市长你也在啊？哎，不能放野餐篮呢，感觉可能有 bug， 好可惜哦。虽然说我在想啊，可能是因为这个灯的关系。好，我们给放在地上了，要不然我们就来打开，然后来喝牛奶。而这个牛奶还是可以适合乳糖不耐症。我是想要给我们礼物哎，看来他真的喜欢我们啊。什么礼物？哦，怎么样？什么东西？哇，给母威领顿牛排，感觉超好吃的。然后我们的 Kai 马上就来吃。哇，牛排大餐，看着超好吃的。好，刚刚让我们的 Kai 去睡觉，然后他又起床了。来吧，去上个厕所。我们现在卖一下我收集到的东西，这个石灰石100块，升级零件周师，太棒了，这都先卖掉。哇，鲑鱼96元呢，根本900多块了。如果我们再买个洗手台呢 ,120, 我们需要 1020, 因为淋浴间太贵了，应该买不起。淋浴间最便宜是300多块啊，对啊，那个买不起。好，我们看我们能不能再凑个120块。我们现在买一个洗手台，我们就可以刷牙洗脸，不用再去酒吧了，太好了。然后再买一个炉台，我们就可以做果酱了。最便宜的是这个对吧？400块应该是。买一个绿色的吗？勉强可以。然后配个冰箱，因为我猜它可能需要冰箱才能够正常使用。这个啊，这个需要电。对，这个是可以不接电的。两个价格是一样的，那我买这个吗？这看起来其实还蛮酷。买个粉色吗？好可爱。我们是不是还需要柜台啊？我突然想到，糟糕。我们可能还需要柜台耶，柜台最便宜的是150，天啊，我们还要挤出100多块。我们有垃圾植物耶，就可以卖掉5块钱，15块还不错。我们来刷牙洗脸。什么白色落马因为没有受到妥善照顾，已经有段时间不开心了，这不能怪他啊，他很快就离开去寻找新家，永远不会回来。不过如果我们可以提供食物、清洁与照顾，他会留下来的。我每天都帮他洗毛，每天帮他补充饲料，他到底还想干嘛？乖乖，落马帮你梳毛，然后来抱抱，不要离家出走啊，我们最喜欢你了，好吗？啊，对，我突然想到，我们要给他彩虹点心耶，对吧？我们之前买的，看一下彩虹落马长什么样子，应该超有趣的。我还要跳舞给他看，我们真是当人当得非常卑微啊。然后他也不看，还不欣赏，还走开。你看这个彩色零食，怎么？哇，天哪，太酷了吧！哎，超酷的耶！它变成彩色落马了，好好笑哦！我觉得很可爱啊，我喜欢。所以以后它会产生彩色毛吗？我觉得可能是。我突然发现藏宝图可以卖掉了，藏宝图卖掉我们就有钱买柜台了。这个其实也没有贵多少，不然我买一个比较乡村风格的，可以搭一套。然后颜色来一个，有没有粉色的？没有，那我们用这个颜色好了，蓝莓。嗯，可以制作罐头了，太酷！肉类代替品，蘑菇罐头。我们先来做一个蘑菇罐头，因为我们菇类其实还蛮多。来吧，一起试试看。生平第一次酿造罐头，那我猜可能酿造罐头钱也会比较多吧，应该是。我有冰箱，里面有好多好吃的食物，不知道哪来的食物啊。哇，切到手了。我把这个材料放进去，然后煮一煮，加热。其实那种很传统的第一代罐头做法，不就是把东西放好之后，然后隔水加热让它煮沸，对吧？把里面的细菌杀死。加什么东西？调味料吗？蘑菇罐头听起来感觉不太可口啊，老实说。再来倒到罐子里面。天哪，大家看这个里面是什么东西？不明物体。哦，果然啊，它在隔水加热。哎，这锅子蛮好看的，蛮美的，感觉很高级。
哦，罐头做好了，酷啊！而且它上面真的有这个蘑菇的图案，好可爱啊！天哪，这如果直接卖的话，卖19块，对，比较贵，因为原本那个香菇直接卖的话是2块钱嘛。那如果我们做成这个罐头，就会贵一些，还不错。我们家真是越来越豪华了，我们有自己的完整厨房，还有洗手台，是不是超棒的、啊？真的超棒的。好，那我想我们今天先玩到这里好了，我们下次再继续。那希望大家喜欢今天的影片，如果喜欢的话可以帮我按个赞哦，会给我很大的鼓励，非常的感谢你的支持。如果想看到更多后续的话，可以按下订阅，开启铃铛，就可以收到通知。感谢收看，我们就下次再见，拜拜。